欢迎您来到北京，现在机舱外面的温度为38摄氏度，180度，飞机还在滑行中，在系好安全带指示灯关闭前，请您保持安全带扣好。当您打开行李架时，请特别留心，以免物品滑落。我们将使用2号航站楼，您的相应行李请前往到达梯子区。如果您需在本站转乘飞机，候机厅中转柜台会有专人恭候您。